你来我的大嫂，我会当互你客，我会当客最好物件互恁食。恁食看嘛，包括我的朋友回去嘛，我赢三工落去啊，红玉行的三工啊，恁甲食你就知。啊，是啊，咱来去进这个南方澳黑尾鱼，是啊，咱要进这個。哦，我不要恁查讲，我这单，你要评价，我有评价。你要好东西，其实我阁真正足济物件无找着，阁足好个我拢无找着。好、哦，啊，互我豆豆仔找，互我豆豆仔找，好不好？哦，我不要恁查讲，来我这，你要评价，你要高档个，我拢有啦。哦，我要讲个，我要强调这句话尔啊。这间个物件你食，我保证你会把我比一支个啦，哈、哦，你会把我比一支，唔是咱乌白讲话啦，哈、哦。来。来，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好。尤其是刚进来，因为我感觉讲化鱼啊，咱咧有材料摕出好物件啦，吼，人家即个鼓鼓荡荡啦。来，这个物件叫黄金鲷鱼，这细只的刷哩，这当用煎的炊拢好食。来，想要食卖五百卖四百，钱要我留啊，两百给我留啊，两百给我留啊，嘛不免三百块啊，你两百一只给我留啊，不免三百，两百留啊，这细只的刷哩，这无饲的，这用煎的留啊。来，两百怎么食？两百块，两百后壁来无？两百块留，后壁来啦，做一届啦，免多啰嗦啦。做一搞起了啦，来啦，你们个考虑啊，这拢五零啦，这拢五零啦，哦，这拢五零啦，这拢五零啦，嘿啊，来，食看卖，食看卖啦，好、哦，来，这家牛肉我嘛是做用心的啦，真正我拢去进咧，较大品牌啦，吼，恁去问会到185519831比1株，拢互恁问会到，拢互恁查会到的啦，吼，较品牌较大，这堆东西啊，你卖个看啊，我一只买十几块的蒜哩，你也买无啊？正黄金鲷鱼，这不是鱿鱼，你放心啦，两百了，你几个？两位。走啊！他们抢光，两个还做怕啊？你，两个啊？你唔插我啊？你，看你，你个看，你几个？最后两个两百拢无啊！这蒜鱼这当用炊放到天啊！最后两个上面一个两百了。来后边啊！最后一个两百，我来拜托别天卖个叫我平好无？这真正中间赚你无偌济，最后一个两百了，你无爱啊？是啊，这中间吃这算。头前啊，我看最后一个两百，最后一个两百，这先卖我平拜托啦，两百了，用煎的了，好不好？对，你不要。谢谢。感谢支持，感谢支持。啊，阿叔，拢是二十个，拢是二十个。啊，是要先甲我诶，塔裤做懵啦，我做一个了了去，塔裤拢啦，啥物食塔裤？来，我即马来面，有啊，我即马要换。我愈啊过年，我愈揢愈侪愈好诶物件，怎互恁食啦？我袂甲恁骗啦，我揢出来绝对不要拢袂互恁失望诶啊！来，啥物食小章鱼？我无规箱了钱哦，去好无？了了去哦。来来，你先卖头收钱，我店面吹落去诶，你敢甲我发声落啊？你听我讲话。来来来，我来讲，恁若加买，我加牺牲啊！较济咱就拼死啊，真诶啊！我这样真简单，你加听话，我加行李啊，就安尼就好啊。哦，来，我来讲啊，做一届啊，三百五百，恁卖拼啊！来啊，我卖阁留啊！我来讲啊，我发几箱诶哦，我无留到半只哦。我无留到半只哦，听好哦。来，我先叫恁看者，顶管家我是排伫遐叫兵。乖啊，无紧无紧无紧，没事没事，好，我用好啊，无无紧小我代志。来，想要食我收一家钱了，五百四百拢免啦，两百块全部做一家鱼吧，两百块了，好，来者，来者，好，好，我讲好好啊，无啊好，当然，你先摸下边，只地主也帮我订咧，我订啊，只，订订，我叫你小心，你小心，我走无。设计啊，豆豆来，来，自己先摸清去。你先摸清去。我先看我收几个。阿叔，你收几个？五个啊。五个十三个啊。我先看卖一下啊。阿叔，你讲几个？唔免收啊，安尼好。好，八。你五个啊，九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你对，你猜对，十三个全部卖了，哦，啊，拢冰拢加一米米啊，落来冰唔免作侪，冰甲加一点嘛，落啊，这摸后边，十三个，唔是包三个哦，包三个你着做到几多斤了？哈哈哈哈哈，讲笑的啦，笑的啦，是的来啊，这摸起来啦，好啦。来，阿姐，我跟你讲吼，恁
啊，阿公，咱蛤蟆未分吼，你也去啊，阿叔你也照用啊，去来，真无用啊，啊，来，去来啊，蛤蟆你摕钱送来，去来啦，摕去啊，歹势哦，恁当咱规块二十块，你无摕钱，千万唔好摕哦。来，蛤蟆摕钱啊！二十个这无客气，唔好客气哦，吃袂，你后壁来帮我上水，来帮我处理一下。来，谢谢，感谢你哦。刚过人无客气的，来，谢谢你。来，是的，这站内好无？这困难度足大嘞，这先给后壁。我先看我着穿啥物嘢无？鱼鳞啦，哈？鱼鳞。来鱼鳞是的，来鱼鳞上好食，这台南名产。石目鱼鳞啊，这当个煎也好，煎也好，用一挂胡椒粉啊。这一包啊，半包就好，莫讲规包，煎刚好百五啦。这一包煎刚才三包啦，三包加三包偌济？等下，你想让人家看清楚，这真正好物件，台南名产。我当时来推销，你哪样不爱吃啊？这真正足好吃，营养足全的，用煎的就好啊。三一挂胡椒啦，两包卖五包，卖四包啦，好不好？我着招个四个人家搞买两包装起，两包就好啦，两包好啦。要五包哟，要五包，五包啊，五百块啦。最后一个三包就好啦，无啊？两包就好啦。吃看卖啦，用煎的就好啦，淋一挂胡椒啦。两百块上面是石目鱼鳞，三个人家搞买，你等下情况嘛，一包就好啊。一百块三个客人试试看看，一百块就好。管家，最后两个人家一百块试吃看卖。最后一个人家一百块试吃看卖，一百块。最后这个我还困住。行行。这什么？三百了啊！这包鱼片，这免煮，这退冰了，当食一包鱼啊，我就包五百、三百了啊，搁一个了啊。哎，无啊，谢谢，这拢来，再过来，再过来，三百块拢我哩。哦，好冷啊！来是蛋挞跟海龟汤，我先卖卖。你哪有要食蛋挞？这退冰了当吃。你要搁较好食，我来讲烤箱烤烤，搁如何食三包尔。三百五百拢免，两百块嘛免啦，三个一百五十头前一个吃几杯。好，百五了。有啊，百五了。阿边坐啊。百五二一啊。四轮啊。到了要吃海龟子。这海龟子炒蒜头辣椒就好啊，三百五百拢免啦，我做一盖啊啦。阿厉害咯。姐，你海龟子是啥物啊？姐，你是莫少啊？这我是搬到做工贵，是莫莫少姐。来啊！你莫当作我咧开玩笑哦，头先咧讲话哦，我是拢讲真，毋是咧讲假哦。一千块啊，上面一个一千块了。姐，那么客气，你不要给弟弟见面看到给一千，难不你较惊？一千块抽出来，你惊着哦？二毛十八块啊，你会惊无？来啊！你包给我。我记好啊，这包酸菜白肉锅啊，我一包卖两百啦，这有料的啦。咁一包哦，金龙沙四个，六个就好啦，六个就好啦，来啦，卖六个就好啦。是我来讲啊，拢我拼落去啊，休困啊。这包搁送你，这包搁你啦，我拼好行啊，这包搁来啊，无货啊，这包搁来啊，哦，来我来讲，牛肉我搁加一包给恁啦，牛肉我搁加一包给恁啦。我全部就招六个人去搞买就好了，一千块怎么吃？一千块，一千有人要吃无？我说这个来处理。卖啊卖！一千块有人要吃鱼的鱼头用咱哪底？用头头用哪底？一千块一个人加吃，我表演若无我就甲拼落。一千块一个就好，到人要一千块，一千块了。金龙沙五个，金龙沙六个人客，五百块了，来开五百了，免一千块五百了，五百块，五百块了，五百块了，五百块了，五百块。我现在只要要花一千块，我现在要加物件，是要花一千块，这五百袂爽。来吃袂？你牛肉搁送一包啊？搁送六包，一人一包。来，我这牛肉一人搁送一包。来，这牛肉一人搁送一包。来啊，最后搁一个落啊！我甲你发五百块尔啦，无甲你发一千块。来啊，搁一个啊，开五百落啊，五百块落啊，五百块落，五百块。搁来啊，五百落啦。亲，拜拜。五百搁一个啦。啊，无啊，来，推个糖果，推个糖果，啊，紧啦！来啊，来啊，了了了，偌济拢无紧啦，来。我一包这就卖一百啊，这三包就三百啦，你要搁看？我来卖啊！最后一个啦，你唔免搁看了，真正要了恁的啦，莫搁看了啊，啥物来啦？一个头前你还举手啊？你三个啊！
包过啊，你要要了恁的啦，不是你赚的啊。这就三百啊，所以你拢莫再算啊。要不要痛苦恁啊？五百，你两个五百，你要不要痛苦啊？真的。沙发冇无咩啦，就无人要提钱，也无咩啦，我嘛无想要沙包呢，我嘛无想要沙包给因呢，我就无法度，你敢知？无奈啊，来。提钱啊！来提钱啊！你我一半甲卖卖，一半看了足复杂的，我先甲卖卖。一半你也无提钱，我甲吹无提钱，我甲吹了来。这几半我先甲杀杀。来，你现场敢有人捌伫我遮买过柠檬刺小腿？有人捌买过无？到两百，好食无？这全色的，你用我烧就好啊！这一包红肉鱼要我两包五百，拢无啊嘛！两个人计较，要一包真正，大家买，大家有多？无啊，两包了，谢谢。啊，两百块就好。最后这一包上面也没有了，一百块。柠檬的刺小腿，真正足好吃哦。来，来，啊，这什么？一包鲍鱼，剩一包俩，上面吃，两包就好。这个鲍鱼两包，上面吃。有人要吃这个鲍鱼吗？两百块就好啊。这条鲑鱼我送你，这条够你。安尼你客家粽，这拢你的，两百了。好，准备好。这啥物？这啥物？你搞人要吃玉米布丁酥，想要吃玉米布丁酥卖三百，来一百了。